尽必求。漏是烦恼的代名词。啊，古时候现在也不例外。啊，古时候就比喻，譬如我们这个茶碗，这茶碗盛茶的，啊，饮料的，如果下面有破损了，你盛的东西都漏掉了，就漏失了。啊，那么佛说我们的心就像一个盛水的杯子一样，现在有烦恼，烦恼就是漏洞，你所修的这些功德全漏掉了，这点烦恼啊，功德积不住啊，从哪里漏掉呢？从贪嗔痴慢疑漏掉了，这五个洞啊，那这五个是大洞啊，还有小的，怨恨恼怒烦是小的，你看有大洞有小洞，成一点点东西都漏光了。佛这个比喻是真好啊。啊，那怎么办呢？我们必须把这个洞堵塞住。啊，我们修的功德了，就能保存得住啊。啊，所以漏是烦恼的代名词。啊，根本烦恼是贪嗔痴慢疑。啊，随烦恼怨恨恼怒烦。这东西平常不能有啊，可是这是烦恼已经在自己心里面生了根了，随时它会发作啊。当它发作的时候，你要有高度的警觉性，你才能防止。啊，古大德常常劝导我们说，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念是什么？就这些烦恼。啊，他起来不怕了，你要觉悟得快。啊，觉悟什么？把它转过来了。啊，修净土法门的人就用这一句佛号啊。啊，贪心起来了，立刻就发觉了，阿弥陀佛，把它取而代之，让这个贪念呢不能再继续增长。啊，这个念头马上就消掉了。啊，不顺心的事情，嗔恚心升起来了。啊，这个念头才一动，啊，第二个念头。南无阿弥陀佛，把嗔恚心压扶住，这叫真修行呐、啊！这种念佛人就真会念呐、啊！你看，念念把烦恼扶下去，扶久了，烦恼自然就没有了。那不会念佛的人，口里面念佛，心里面还生烦恼，那不会念呐、啊，他扶不住啊！啊，让烦恼把你念佛的功夫全破坏了啊！所以念佛功夫不得力，道理就在此地。啊，那由此可知。修行真的是要先断烦恼，然后修行功夫就得力。啊，用什么方法来扶烦恼呢？还是要用佛教给我们的办法。啊，佛教的办法很多，
有八万四千细心呢、那都是方法了。无量方法里面是在讲最殊胜的方法，最简单的方法，最实用的方法，无过于这一句佛号。不管什么烦恼起现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不论什么事情，只要是念头才动，第二个念头就是阿弥陀佛。这个好啊，一方面可以把烦恼扶住，另外一方面是跟阿弥陀佛这个路线接上了。一向专念嘛，求生净土这个线接上这是无比殊胜的修学方法。人不能没有福报，更不能没有智慧。有福报没有智慧，很容易造不善的业。所以佛是把智慧摆在前面的，世俗的人佛摆在前面，慧在后。佛门弟子是智慧摆在前面，佛报摆在后面。为什么？有智慧可以了生死，可以出三界。这个难得了，比在这个世间享福殊胜多了。这个世间你享福能享几年？年轻的时候创业很辛苦，中年发财了，这个财能不能保到一生？我们看现在的社会，多少人发大财了，到晚年公司倒闭了，一生都保不住啊。中国老人常说财富保不了三代呀，这就衰了，就败了。这是什么原因？这是教育出了问题。如果家教好，克勤克俭，虽然富有不浪费，虽然富有喜欢布施，帮助穷苦的人。这个人家道就会享得长久，如果为富不仁，一代两代就完了。英国的道理，英国的事实都看得见的，都在眼前的。不能不知道的。修福修慧哪个要紧呢？给你讲真话，修慧比修福要紧。为什么？慧成就了，纵然这一生没有什么福报，苦一点，寿命终了，到极乐世界去了。这个要智慧啊，有福不行啊，有福没有慧不行啊，有福没有慧，来生还是人天福报。修的福报很大，人间没这么大的福报，天上去了，出不了六道轮回。所以我们要想着，出轮回、出十法界要紧，还是想人天福报要紧？
这个得看清楚，这个账得算清楚。现在人间社会乱了，天上也乱了。啊，尤其是四王天跟桃李天，跟我们近的，啊，受人间的影响，啊，夜魔以上比较好一点，空居天，距离我们比较远一点。啊，所以佛慧都要修，修慧比修福重要。啊，人在这个世界，这一生当中，释迦牟尼佛做出最好的榜样给我们看。啊，每一天只要能吃得饱，穿得暖，有个小地方可以遮避风雨。没有忧虑，没有牵挂，没有烦恼，啊，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大福报的人，他心清净，啊，他心平等，他心生智慧，不生烦恼，是真福报的人。这个人的福报是在极乐世界去享的。啊，道理一定搞清楚、搞明白。啊，所以用福德、用智慧，庄严六波罗蜜。布施里头有福有慧，持戒里头有福有慧，这是大乘菩萨行啊。但是今天众生业障深重，虽然是佛菩萨传法，也很难得受用。原因在哪里呢？自己的业障太重了。啊，最严重的业障是什么？是不敬，就是不孝不敬。这在今天全世界普遍的，是没人教啊，不孝父母啊。不敬师长啊！啊，敬业三福头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不是老师要你敬他，那个老师不是好老师。啊，不是老师是要你敬，是你敬是你的性德，你自己的性德流露出来，他自然是这样的。你不但敬老师，你敬一切人呐、啊。啊，你看看儒家的东西，你展开《礼记》第一句话说：“去礼乐，无不敬。”没有一样不尊敬啊！你对待蚊虫蚂蚁也尊敬啊！我们的合掌成菩萨了啊！树木花草、山河大地，没有一样不尊敬啊！嗯，天主教的教皇，你看每到一个先以前没到过地方。他爬在地下就闻大地，对大地致敬。那无不敬，他表现出来了。啊，沉浸就是入佛之门。啊，所以我们今天对经教不尊重，啊，没看在眼里。所以佛菩萨来给你讲，你也听不懂。你所听的是皮毛常识，啊，没恭敬心。
这是今天的整个世界普遍的现象。所以它是这个是地球会有大灾难，原因在此地。古圣先贤世出世间叫什么？没有叫别的，就叫一个诚，叫一个敬。这千真万确的事实。现在我又找到两部书。这两部书是我想了好多个月的。真的把它想来了。一部是唐太宗编的群书之要。我想这大家都知道啊，唐太宗16岁。就从军了。天天打仗啊。16岁小将军啊。跟着他的父亡，隋亡国之后灭了之后，他做了皇帝了。做了皇帝，你想想看，没念过什么书啊。治理国家要道要德行要学问。没有学问，没有德行，怎么治国家？所以他下令给魏征。知道唐朝的一些历史都会知道，魏征是大臣，让魏征成立一个小组，帮他找书，从三皇五帝到隋，这个。2000年所有的典籍有经有历史有史有诸子诸子百家这些书籍里头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这些议论文字通通抄出来。编成一本叫群书之要，治国最重要的指导的理论与方法。即千百年古圣先贤的智慧治国的智慧，治国的方法，治国的效果，治国的经验他要这本书要这个东西魏征找了一批人呢，把它编出来了。一共取材是经史子65种。65种书，把这些重要东西摘录出来，编成一本书，大概50万字。这个书编出来之后，唐太宗手不释卷。大概也抄了不少部，送给王公大臣。贞观之治就靠这本书大唐的国运呢，也是就见这本书帮了大忙人在佛法里面讲，佛法的最重要一个概念告诉你，人没有死亡，人不会死的我是永存的。生死是什么？是肉身，这是物质现象。如果说是人死了就没有了，他怎么会去投胎呢？哪有这种道理呢？那投胎谁去投可见的那个没有死的东西他就投胎所以这个一定要知道的，决定没有死亡因为
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了，所以人生的大事是什么？不是荣华富贵，不是现在的这种欢乐，不是的，要提升我们，要提升灵性，要在这一生当中把我们的灵性提升到菩萨，提升到佛，提升到贤人，提升到圣人。这就是这一生没空过啊！要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可以带得去的，什么是带不去的。带不去的，一概不要，不要在这操心。你身体带不去，你家的金银财宝带不去，你家的房地产带不去，这种带不去的就不要理会它了。不要在这上操一点心，能带得去的是道德，是智慧。你造作一切不善，那不善的会带去，给你来生所受的果报，这个重要啊！做好事能带过去，能带得走。做好事要以平等心，不要有分别。不要有戒心。平等的布施，平等的供养。不分国家，不分族群，不分宗教。一切都不要分别。跟自己一家人一样，我们能照顾别人，别人会照顾我们。我们爱他们，尊敬他们，他们也爱我们，也尊敬我们。这就是神仙生活，这多快乐啊！又有密宗，称密密宗。这个秘密一定要讲清楚。不要以为它真有什么秘密，不是的，神秘。是神秘的意思，也有隐秘，但是神秘的意思多。因密法者，正是诸佛密钥之藏，不轻世人者也。它不是法器，它绝不传法。戒云那个可以。我跟张家大师头一天见面呢，那是教我一些方法。我真正行皈依礼，这个在他老人家面前皈依的时候，好像是一年半，我跟他一年半，才要求皈依。皈依传给我一个咒，叫戒缘。观世音菩萨六字大明咒，它是用藏文发音的，叫 Om Padme Hum， 六字大明咒。我要问呢，这六个字什么意思啊？有的三密相应嘛，口念咒，手戒印，心里要观想，那你不知道意思，你怎么观想法呢？就问这六个字什么意思？他就跟我解释。嗡是身体，摩尼是莲花，你看，我们经典常常翻成摩尼，
啊，摩尼是莲花，贝德曼是宝池，后面那个哄是意，就是心，心意。啊，这是他们的文法，身、莲花、宝池、意。那我们中国的文化呢，是宝池、身、心，像莲花一样，是这个意思。莲花出污泥而不染了。哎，莲花的根长在泥里面，泥土代表六道，但精在水上，水中间，那个水代表四圣法界。啊，代表四圣法界，花开在水面上，水面上是一真法界，表这个意思啊。啊，叫我念常常想，啊，就是说，保持自己的身心，常常想，像莲花一样，染尽都不染。啊，泥是，泥土是六道。那个水是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花开在上面，就超越十法界，燃尽都要放下。我看现在念这个六字大明咒的人很多啊，特别是这个。藏传的转经轮，他就念这一句，那个经轮上也是刻的，这个是藏文写的，懂得的意思人不多啊。啊，就跟我们汉传的这个念阿弥陀佛的人很多，真正对阿弥陀佛这个名号的意义懂得的人不多啊。他要不深入无量寿经，他不懂，他不会懂。啊，那个咒语意思好极了。啊，所以你真正要懂得的话，懂得它的义理，你就晓得这里头真是奇微无穷。啊，有很深很深的哲理，也是高度的科学。啊，科学就是讲简要啊，讲密要啊。